只是也要呼吁我们现场的各位好朋友，记得拉开我们之间的距离，我们将彼此之间的距离可以能拉开，我们就尽量拉开。那我们用一个最安全、最舒适的位置来欣赏我们四位女神的表演哦。那么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女神上台，为大家来带来精彩的演奏，谢谢。
后呢，我们也会有来进行合照的部分。那这边主持人要邀请我们各位现场想要跟我们台上四位女神合照的朋友，可以帮我们站在我们排队处哦。那也要记得拉开我们的距离哦。那我们要记得帮我们拉开一下我们的安全距离。那想要排队都可以来我们的后方这边排队哦。那么在大家在排队的同时呢，主持人也要来好好的为大家介绍一下刚刚为大家表演的我们四位女神的强大阵容哦。那么主持人先来介绍我们第一位哦，我们第一位首先呢，就是被我们本土综艺天王吴宗宪封为全台湾最美的小提琴音乐家，小兰，就是我们这位小兰。有上百万粉丝，更是我们综艺节目邀约的常客哦。那同时也是2020年舒跑的代言人。那么再来呢，主持人要介绍的呢，也是我们演出经历相当丰富，我们萨克斯风的子琪。让我们欢迎我们子琪，没有错。那我们子琪呢，他曾经受邀到我们西班牙音乐节，把我们台湾的音乐带到了全世界哦。他也是连续3年呢，跟随着百威啤酒品牌日，在我们中国大陆去做一个巡回演出，也担任过许多艺人乐队的萨克斯风伴奏。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欢迎的是我们性感冷艳的小提琴音乐家 Lisa。那我们 Lisa 呢，是许多演唱会还有录音室的专用乐手，曾经担任过罗志祥、纪晓君、彭佳慧等艺人的演唱会乐手哦。那么最后呢，是我们2020年台湾百大 DJ 排名第16名的 DJ 黑娜。在短时间内缔造亮眼的成绩哦，那我们再一次的掌声给我们台上的四位女生。那么主持人现在要来邀请我们第一位要上台跟我们女神合照的我们幸运的朋友哦。那麻烦你拿着我们的手举牌跟我们的女神合照，有需要帮你合影吗？有需要我们来，我们现场有工作人员吗？工作人员来，那我们跟我们女生来做一个合照的部分。那请我们台下想跟我们女神合影的朋友都可以拉开安全距离哦。待会我们合照这个环节结束之后，会有一个劲爆骰子乐，只要大家找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去扫描 QR code 填写完问卷之后，就可以上台来进行我们劲爆骰子乐。只要你在我们舞台上一次骰出3颗6，一次骰出三颗六，就可以直接将我们的现金2000元带回家哦。所以大家可以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找寻我们现场 BGM 的服务人员、工作人员。扫描 QR code 就可以上到我们舞台来玩我们劲爆骰子了。只要你连续骰出3颗6，就可以把我们现金2000元带回家哦。哇，我们的合照的部分呢，也是一个一个在进行哦。那我们舞台上的朋友，不要忘记拉开我们的社交距离哦，不要忘记要拉开我们的社交距离。那我们下一位要拍照的朋友，也可以来到我们舞台上方哦。那我们台下的各位朋友，也可以找寻我们现场的服务人员来扫描我们 QR code 填写问卷，就可以上台来进行我们劲爆骰子乐。我们稍等呢，会来进行我们的劲爆骰子乐哦。好的，那我们下一位朋友也紧接着来到我们舞台上方哦。那么现在呢，我也要请我们现场的各位好朋友给我们四位女神一个热情的掌声，也请我们女神们先下台休息喽。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我们更刺激的劲爆骰子乐。那么大家呢？